黑暗是我的庇护所，在这里我觉得很安全，事情不是看不见了就真的没有发生过，赤裸裸地暴露在现实中，无处可逃。正好赶上球赛散场，大堵车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到不了。知道了。有些事活生生发生在我眼前，有些话难以启齿。不是堵车吗？本来是打算先看电影的。那看啊。Thank you.
这一点很明显。我常常责备自己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拥有你？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错过。你干嘛呢？这世界太多陷阱，你哪儿都不要去，留在这里。你是属于我的。